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我是黄慧玲。2015年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即将在5月举行，艺术家吴天章将以“别说再见”为主题代表台湾参展。吴天章的作品透露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华丽的诡异感，辨识度非常的高。他自己说看起来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艺术家吴天章和吴建兴，在前进威尼斯之前跟我们分享这次的作品。老师你好，慧玲好，大家好。建兴你好，慧玲好，大家好。好，老师，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这个影片是《别说再见》这个主题，这次要去威尼斯双年展展出的作品，其中一件叫做《再见春秋阁》。对。对，跟我们说一下这次的，先介绍一下这个作品的主题精神好不好？好，那个再见春秋阁就是它有个前身，就是我18年前，我去过威尼斯，我也代表过台湾去威尼斯，在18年前，是那时候我们是用联展的形式，今年2015年我是用个展的形式过去的，然后那个作品里头再见春秋阁，其实18年前我已经发表过，再会吧春秋阁。那之前是一个静态的摄影哦，是，那现在是一个动态的影像，有不同的差别。动态的影像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的，你们做了很多的道具，然后艰辛要走在那个跑步机上面，输送机上面。老师，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这个很多人看你的作品会非常好奇，老师的作品有一个很特别的皮膜，那个是什么？皮膜是我大概2010年转成录像，我的风格在转型的时候，那它是我创作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皮膜代表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叫建兴把皮膜带上去然后拍照？我觉得皮膜有很特殊的精神性哦，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啦。对，就是说你透过了皮膜，你可以隐匿你的身份。皮膜会带来一种神秘感、保护感，变成另外一个身份了。我觉得戴面具也是这样。对。那这是我也喜欢它的重点，就我喜欢皮膜，它带有一种，那我觉得皮膜也是一种，在心理学上是一种保护自我的机制。那我们戴的面具其实就改变你的身份。对。不是我们社会上平常的社会上的人格，对不对？那台湾在处境在近代史里头，它很沧桑，它必须有时候改变身份。他会说他是台湾。然后碰到外交的困境的时候，有时候他必须要说他是中华民国，他有两个身份，对，台湾就夹在这里头，所以我的作品某种时候我是借由爱情的假冒，就是我是伪装的，爱已死，对，你看他表象的，事实上他谈到深层的历史跟台湾的沧桑，他有一种怪异跟违和的。好，我们这一次老师要去威尼斯双年展，特别还在工作室里面开放工作室，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们在幕后到底是怎么去做出这个录像的。那一天建兴其实也还蛮辛苦，其实大家都知道建兴是老师的永远的李康生，就是老师的那个 model 永远都是建兴，建兴所以要带着皮膜。刚刚在那个影片里面看到老师帮建兴戴上这个皮膜，然后做出很多的动作。其实我们那天拍摄的时候啊，因为太热了，刚好接近夏天，那其实我们的之前是很冷的，那其实我买了一堆暖气，但是结果当天拍摄的时候是没有用到的。对，然后也因为那天没有预想到会这么热，所以我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戴上面具，然后又穿了很多件衣服，那以至于说因为我在运动嘛，那体力因为你要一直走，然后对对对，然后后来老师他就很紧张，然后就赶快去买了氧气筒，因为他知道我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在排演。对，好，老师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过你的这个录像作品《再见春秋阁》的，大概画面是什么？老师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吗？建兴在演什么？他有个三个身份，就是从一个海军，对，然后要慢慢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海军，他是用来保护国家的，然后变成一个漂泊的水手。中间有个水手，他会变装，然后再变成一个水手，像一个女人去流浪。然后最后他会变成灰官，你知道，就是变成一个翱翔天际的灰官。对。然后最后就是人去楼空，然后告别舞台。然后这些角色都是在输送机跟一个滚动的布景机，创造一个视觉的假象。你看到一个人好像一直在前进，事实上他是在原地踏步的。他根本没有往前走。对对对，其实他是走在输送机前面。对对对对对。然后后面的布景会一直动，一直动。物换星移，你会觉得好像人是沧桑，
嗯，然后跟就这种历史感啊、沧桑感，就是我作品里头，还蛮重要的元素。再深层一点去看这个作品，其实老师想要讲的是台湾百年以来的政权更迭嘛。长期来，我有个命题，就是我常常用再会把这种命题，就是再见了、再会了、那等同说离别，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永恒的。我永恒的关怀，那我觉得这可以去比喻整个大时代来讲的时候，台湾的近代史里头，经过政权不断的更替，对，然后不断的日本人走了，对，国民那个中国要回归的时候，台湾人还充满了憧憬呢，是是，然后造成一个228，就变成皮毛那种受伤的修复一样的，就变成我们生存要去修复的，对。我们都是做到最后一卡的时候，已经那个工班都已经约好了。最后一卡的时候，我真天人交战的那一卡的时候，建新已经吸大量的氧气筒，然后叫我们工作人员把背景音乐放大声一点，好像要去出征了，你知道？然后玩有一点让我吓到，很悲壮哎，蛮悲壮的，蛮悲壮的。建新，其实老师跟建新是怎么认识的？亦师亦友，亦师亦友。建新，你说说看，你跟老师是怎么认识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你们两个应该差蛮多吧？有没有？对对对，三四十岁，有，快要三四十岁，有接近三十岁差不多。三十岁，对，嗯。那因为我在读文化大学的时候，刚好老师住在阳明山下，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求学期间，我们就就是很崇拜这些以前的学长，因为他们现在的成就、艺术成就都很高嘛。那好像是在展览的机会上可以看到这些学长，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一群同学想去拜访老师这样子。所以常常就是有几次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都住学校附近嘛，那我们就会常常跑下来找老师讨论作品这样。那我其实我觉得最意外的是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然后突然跟我说，建新，那你来当我 model 好了。他蛮有肢体语言的，我觉得他蛮有的。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见面的时候，他就要测试我的肢体语言，就叫我做一些可能柔软性的动作。大概具体上他叫你干嘛？例如说劈腿吗？类似啊，或者是折手之类的。他想知道我的柔软性有多高，因为其实我在穿皮模的时候，跟我在表演这些动作的时候，其实它需要有一些灵巧。对对，那我觉得可能是我通过他的考验，所以他才选我。没有，运气很好，就是一直跟他合作，然后我们慢慢的养成默契，真的有默契。刚刚建新跟我说，其实你们两位在工作室的时候，其实除了模拟这个演出之外，建新还要帮你做道具。我们一起克服道具，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数位东西做出来的时候，3D 动画有时候你分不出来真的跟假的，对不对？是。我们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我们眼睛看到都是真实的。对。所以我们在一镜到底的原则上，我们才要去发展很多，比如说我们要变魔术，对不对？而魔术有两种，一种是手法，就是他用先手法去障眼法。对。其实魔术的原则就两样啦，一个消失跟重现。突然间在你面前的时候，它东西不见了，消失了，它又重新跑出来。然后我们就利用这样两个元素嘛，一个就是手法，它是真实在真实的有魔术的手，一个是道具机关呢、就是机关的设计嘛。就是老师说的是难忘的爱人这件作品，对，包括这个再见中国阁，我们都是在不剪接的，在一个场景里头，一个布景跟地板，对，在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上面。而且是一镜到底，对。可是这件事其实很难，一镜到底不 NG， 你们要测试几次？你们大概要拍几次？我们从冬天，他刚才有谈到说，突然间初夏，你知道，就是那天记者会，那前几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台湾突然间像夏天，你知道？对，很热。后来我们第一天是失败，第二天我们改成晚上拍的啊，我们也是拍两天才成功的啊，整整两天，两天。可是两天其实很困难，因为你要一直不停的换衣服。对，然后你要重拍的话，就要再穿上去。再穿回去，那面具把它全身着装好了以后，它已经开始在缺氧了。对，你要着装重复一次的时候，那个时间都要浪费的。而且我们已经排演到很精简了，十几分钟跑不掉，它已经消耗一些。然后走在输送带里头，就变成它走路嘛。对，重复的走嘛。它还要对位，还要再
不偏移哦，我们已经从冬天了排演到突然间变夏天了。对，然后记者会那个时候天气又忽然变冷，又变冷。本来我们预估那天可能哦要怎么样又怕热，要做冷气啊，是。没有，对，其实后来没有。嗯，建兴，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那个变装的过程当中，你穿的那个是魔鬼毡的衣服，对 对, 对对对，那个机关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它的机关就是我要同时在表演的这一段影片里面，然后我要有三种不同的服装变化，对，所以我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变魔术，去把它变成下一套服装，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后来有请了一些魔术师，因为不只是从服装开始，我们从道具也是请魔术师来一起讨论研究这样。对。那像我自己的话，因为魔术师讲过，如果一个成功的魔术的话，他要变得好的话，他至少100次的训练以上。然后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就因为魔术师的一句话，然后我们就可能剩拍摄起好像我记得剩3天吧，然后就这样一直不断的排演，一直不断的排演。对，那其实像衣服的设计，其实它也是我们当天的时候在拍摄的时候，因为后来我们不只用了魔鬼毡，我们还用了一些磁铁的，对，因为其实它会有耗损率嘛，魔鬼毡在粘黏的时候久了，它会不粘，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改换用磁铁，因为现场可以克服，对对。那所以我记得很多状况也是当天才解决、哦。我们臆想的魔术觉得还是不够美。我们前三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脸书向魔术师真正的魔术师求救、结果我们真的找到一个魔术师来，然后他真的解决了我们的肢体。魔术师有时候误导人家，像他变帽子，因为海军的帽子，海军呢、他是没有帽檐。海军没有，對，水手帽是塌塌的，對，不停的，對，军帽，海军帽是很挺，然后没有帽檐，然后水手帽是塌塌的，但是有帽檐，对对，然后上面还有个徽章，对，然后我们就是同一顶帽子要变成，哎、欸，他把它变成长出帽檐，帽檐又长出那个徽章，对，啊，那个手法的美感其实是。魔术师提供的哦、我们弄不出那么美好的，就觉得肢体还是不太对。到最后我们很多问题，在三天前，我们还鞋子变色。对，那个鞋子变色是怎么回事？黑色的鞋子，然后变成白色的鞋子。对，我们用紫外线颜料，用什么，通通都尝试过了，感温颜料，最后我们用一种化学剂，是它是碰到湿气、碰到水、它会是黑的、然后在行走的时候，我们远远的用吹风机。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吹风机去吹它，把它变成白的。哦，这果然里面真的很多机关，而且你要一镜到底，然后不 NG 拍 NG 就是随机就是 NG 的，很可怕的。我一听到随机就很可怕，他蹲下来又说这是随机，这失败了就会讲这是随机。我说没有随机的，一定要成功才行。对啊，因为你那个衣服一甩出去，到最后我也佩服他的意志力啊。我们都是做到最后一卡的时候已经。那个工班都已经约好了，最后一卡的时候，我真天人交战的那一卡的时候，建兴已经吸大量的氧气筒，然后叫我们工作人员把背景音乐放大声一点，好像要去出征的，你知道？然后玩有一点让我吓到，很悲壮哎，蛮悲壮的，蛮悲壮的。到最后我们客户那时候马上拍完了以后，我马上给他鼓掌，99分了，然后他躺下来，赶快。氧气啊，面具赶快拆掉哈！就是说，那时候很感慨，我本来想说再拍一次好不好？就两天了，已经两天，对不对？我说再拍最后一次，最后一天，我们预计是两天啊，两天一直失败到最后才快成功嘛。对，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会成功哦。我本来还有电，可是我工作人员说没有明天，因为我们道具被我们排演哦也耗损了啊。有时候他的力打折起来的时候，既然那个卡损会坏掉。它卡损就是没有对到位置，摇晃了，你知道那个卡损会卡，可是这样我们既然你 NG 了，它只有那里卡卡卡拖太久了，这样也不行，不行，这样也不行。就是我爸就是那种日本时代的人，他觉得很没有出息，大学毕业，既然在外面，养活不止自己，还要回家来求得温饱，对，真的他会骂人啊，他骂了以后就很生气哦，就不回家了啊，真的，有一餐没一餐的、没有。没有就喝水啊，反正就是
啊，就胃溃疡，我不知道，年轻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健康，其实是胃溃疡啊。可是有一次就搞到胃穿孔了。对。其实我那时候在拍摄的时候，我不太知道，我只是因为其实我眼睛是看不到，我不知道我的衣服在这个动作有没有爆掉什么。其实我只能一直听指令，一直听指令。嗯。可是，因为在一个戴面具的状况下，然后我要在跑步机上、输送带上面一直行走行走，然后再加上热气、天气什么各方面的因素，其实那时候拍片真的很辛苦，我很想赶快结束，可是我一直没有听到，或者是说我根本。导演没喊咖就不准停。对，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排演，一直不断排演。那因为后来啦，后来我自己就是说，因为我跟老师合作太久了，然后我开始在回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作为如何去诠释老师的作品，嗯，那我跟他相处这么久，其实第一我去过他的所有的生产环境，嗯，包括他所经历的事情，我常常在听老师在。跟我讲他的故事，嗯，那时候我就想起这些事情，我觉得说，如果我开始换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如果假设我是老师的，他想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就像他对于威尼斯这个展览，他想把台湾最好的东西带出去给别人看、嗯。我那时候突然就这样想，然后就觉得说，哎、欸，那老师挑选这首歌的意义是什么？嗯、所以我当下我就说好吧，我再仔细的听一下这首歌到底在表达什么样的情境，然后投身说，哎、欸，那我希望就是说在这首歌里面能够完全的诠释出老师所表达的那个状态。嗯，对，老师建新真的很认真哎，他本身也是艺术家，我想艺术家他，我们找过的助理，就是我希望的助理都是他希望将来。大家都是要从事艺术的，我不希望说你短期来打工的，大家都有个梦，然后他也可以让我看到我年轻的时候，我意志力也是跟他一样。那天我向他致敬，要拍完的时候，因为我们拍两次《难忘的爱人》一样的情况，最后也是最后的公班，最后我们都失败，最后才成功。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约好的公班是十二小时，最后完成是十二小时。中间都不会有完成的可是两次的，对，结果我们拍完早上凌晨四点嘛，嗯，我回去我拍好了，我很高兴，可是我也睡不着，我整个人生恍如隔世，你知道，就觉得上一次的机会我叫做运气好偶然，可是重复第二次也是最后要收班的，公班要结束的时候，对，已经没有明天的时候，他才达到的、嗯，那根本就是意志力嘛，嗯，不可能两次都一次，你认为他是。偶然的，因为我运气好去碰到的，對對對，我度到的。對，可是两次我向他致敬了，他我也看到我年轻的时候的意志力啊。我们以前想要当艺术家，早年我们也是这样啊。老师，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想到这件事，你讲意志力，就是老师年轻的时候为了要当艺术家，饿肚子都要当艺术家，饿到你把胃搞坏，切掉了三分之二的胃这件事。对对对对对，就是吃饭的时候，以前穷的时候三餐不济。啊，三餐不济的时候，偶尔要回家求个温饱。可是有时候我父亲是来自日记时代的，就是我爸就是那种日本时代的、嗯，他觉得很没有出息，大学毕业，既然在外面，养活不止自己，还要回家来求的温饱，对，真的啊会骂人啊，嗯，啊骂了以后就很生气哦，就不回家了啊，真的有一餐没一餐的、哦嗯，没有就喝水啊，反正就是。啊，就胃溃疡，我不知道。年轻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健康，其实是胃溃疡、嗯、可是有一次就搞到胃穿孔了，对，啊，就割掉三分之二了，真的。好，一个艺术家就是这样来的。对，老师，我们再介绍一个你在威尼斯的作品。在威尼斯的作品还有两件是摄影作品，对对对，静态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先讲这件好了。哦，瞎子摸象。对。啊，这件的构想很好笑，就是有一次我在。南京东路跟东华南路的交叉口有一个 Starbucks、嗯、我在接受采访，我当下看到一群瞎子穿白袍、哦、他经过斑马线、嗯、啊，我觉得当下觉得很美呢、嗯、很美，但是 我一回去想一想的时候，艺术家不是只有复制那个原来的美，是艺术家还要再深化，还要再创造更，所以我访了荷兰一个艺术家的
的作品，那是一个瞎子跌倒，对，一群瞎子走路跌倒，嗯，那我就觉得他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他服装被我改良了以后，嗯，我都油油亮亮亮，都是金葱的，对，很亮丽的衣服，我少了木屐，就是一个长长的木屐来贯穿这个，哦，木屐没有想出来的时候，那个作品还是没有完成，后来我知道 OK 的，可以真实的拍摄的，对，那拍那个底片其实是用七八十张底片，嗯，去重组的。这个完全仰赖后置，是录像完了不仰赖后置，这两个美学颠倒的，嗯，我很喜欢这种颠倒的东西，有魔术就有特技哦，嗯，魔术是你眼睁睁没办法活定你看到的真实，但是它本来就是假的，特技是你不那个软骨功，你把一个记忆做得非常纯熟，完全不合乎人类的视觉，可是它本质是真的哦，对，你对特技的时候你会帮他就是很紧张，对不对？嗯，魔术你会很轻松，反正魔术你也不会有什么多，你知道本质就是假的。嗯嗯嗯嗯。好，老师这次是唯一一位代表台湾去参加威尼斯的作品的艺术家，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想要跟国际上说台湾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你想要代表台湾说什么呢？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哈，其实台湾文化。我想台湾经过政权的更替，嗯，台湾的文化其实是用相加的，嗯，我们从来没有说一直在排外啊，把台湾有原住民加上被殖民的时候那些外在的那个文化，还有就是我们变成一个海洋文化，我觉得啦，嗯，那我们吸收这么多东西，包括原来的庄严文化，嗯，越过的北回归线变成亚热带的气候，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世界因为不同的体制或者不同的政治制度，还有其实我觉得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文化面貌，我觉得台湾的东西有它独特的视觉，台湾的当代有它的独特，那我希望这一次真的我能够把所谓国际化跟在地化或者全球化跟区域化，它其实没有互相矛盾的，它可以两个平衡的，我觉得我做得到。嗯，老师跟建新明天就要出发去威尼斯了。对，嗯，非常谢谢两位在威尼斯之前来跟我们谈你们这次的作品，然后也祝两位威尼斯成功。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建新，谢谢。